他现在知道做了吗？正是人哎吧。嗯。洗完这个面。
看到吧？这一幕。本来哪里本来？
红卫鸡在哪里？对，这是刚我的那个节目结束语。你就不知道吗？这是菜场那里过来吗？嗯，是啊。
多少钱一个？这个5.5块，那个8块，要落一半。我对面的路在前，没有的。不放多好吧？这个呀？对。
上班的人有这样啊，不是上班，就孩子有放假有休假。